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32周年。黄念祖居士开示亲闻记。四、佛学答问。1991年12月25日，黄念祖居士讲授于北京莲社第四集。尊说具通，是与字本心。尊说具通是这个名字是这么说的。一个是说通，一个是宗通。两句对对。所以这个要讲经的人起码应该说通啊。就你确实能在说上是通达的。这句话是什么道理，这个经是什么宗旨，各人都能讲得头头是道，一点错误没有，这叫说通。说通呢，刚才掐色。所以微笑或者证明。而这个证明在内涵经也有啊，这个一切经典将来这个大家搞不懂解释权掐色，说它就是宗通啊。在那里说这个说通的人，你弄不清楚的话，就请教加策。他是他的心，就你刚说，他的心宗就是这，直接就是心。他的心真跟佛的心相通，他传的是佛的心意，所以禅宗怎么能够轻视禅宗呢？禅宗是佛的心印呐、是传佛的心意，佛的心呢，这是印。但现在没有了，我的老师徐老开悟了。现在这还有这个圆明法师，好是站着这样。他自己他的这个讲了，他有两次接近于开悟，还没有开悟，但是已经能言独步，还没有真实的总统啊。他说的很清楚，他一次得了之后非常什么，我来告诉师父说，师父说这境界很好，说你不是还希望得这个境界，说是我希望还有一次，不好啊，这要琢磨啊。说你看你希望得的啊，我要当法师啊，到多少多少门徒啊，我要多出多少供养啊，盖什么什么楼啊，那更什么了、就是还希望这个天定的境界再出现，是不是不好啊，他就警惕了。果然后来又来了一次，比前一次还好。他底下说他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弘法度众生，来不及再继续努力了，就再也没有了。就那两次这样的话，他已经是吧，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之外嘛，这个三大德提老徐老、印老之后，大家有人推啊，推弘一法师，是不是？在底下呢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圆印法师嘛，这都可以提得出来了啊。这一类就很难得了。目前上找圆印法师还是很难的啊。他讲了100多次楞严，他讲一次提高一次，都有新的体会啊。所以他就是那两次啊。这是谁叫所以禅上通了若干消息，可以这么说，而不是真正的宗通啊。至少现在有的人就把这也叫成宗通，或者说是客气话，或者对于宗通理解的不够，反正不严格啊。总之这跟宗通有关系，真正说要开悟啊，开悟不一定要通禅才能开悟，什么都能开悟。念佛念开悟，念佛念佛一心，但是你一心还不开悟，一心你见法身了，破无明了，那不开悟是什么？就是开悟啊，什么都可以开悟啊。你这个学教可以大开圆解，大开圆解是解悟，不见得是正悟，再进步就是正悟啊。所以什么都可以，你看经看经一样也可以开悟嘛，就是说大开圆解。当然我就不能这么理解了，但是忽然人一下什么都理解了。这个还不是宗通，这还是属于解悟，还是理解啊。宗通佛通的人才是很难找，很难找。我见了几个，我是很荣幸，所以就说是我就还会说这话。我对于我学佛来说是正法，就是释迦牟尼在世学法，我遇到这个因缘也不过如此。这个就是说宗通
人家都知道夏老师精途中，而不是夏老在宗上造诣很深的。说徐部长来的时候，对于夏老他欢喜极了，赞叹了。说北方本来佛教不如南方，北方是道教天下。本来我以为找个正知正见的人都难得，没想到遇见这样一个大人。人追随徐夏老人说：“说你们能遇见夏老，能遇见跟着他，如果你们这辈子还不成功，你们就不能拜别人，只能拜你们自己了。”我这个话说得很深刻呀、啊！我说他们这些人一见就投机，啊，另外一种人呢，他就是反对。你不是说，我们这些汇集精英，他就经常是汇集骂夏老师啊？你怎么能汇集啊？你一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居士，啊，反对的人很多。交通有的说不通，那像六祖您说，这是交通要点。交通啊，说还不通。交通说不通。通风不通教，还会被人笑。宗教不通风，长风专独通。宗教两地通，会日耀天空。宗教两不通，黑漆漆生灵。长风专独通。这六祖的话修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离咱们十万里，就是错的。就说他不改，你看谭静，我从来是这句话没有改。那弟子说：“你看这个师傅说这个错话，咱们可把他改过来，真实吗？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没有照做。而且那句话没说对，不妨碍六祖。不妨碍六祖。你一定要从这究竟是十万里，已经错了，必须这个才对。你还是有空间概念，不是吗？”还一定有个距离吗？这距离说到多少都可以吗？都是出自信。这个距离本来是人的错觉，你这顶什么针呢？就是说，所以他得开口被人笑，是被咱们这些人笑，是吧？我不笑，所以这个也很好，就不该，不是十万，谁不知道错了？不让他错，那他真尖，可厉害不厉害？佛的东西称经，这人是个龙树佛，他们都称问，都是问，是吧？六祖称经，谈经，没有谁反对吗？公认，这地方就是，我知道这个心地法门的重要，到了密宗最高最后还是心地法门，有的人有密宗啊，有双人像啊，双身的威猛像啊，这些都是书生啊，不是。他书圣还就在于心地方面，他很透彻。就是说，回向西方也是回向我们的自性。是这样子。回向西方，西方也是我们的自性。对。所以自性无心净土，自性弥陀。无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不妨仍然老老实实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有世界名为极乐，其中有佛号安住，是在世里都圆融。对。你就在世有自心，用不着回向了，根本也没有再问了，也没什么叫去了。这都没有了。落空了，一边都落空了，我变了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回向圣道，十万亿佛土那个就极乐世界。亲近那个阿弥陀佛，方方面面的难耐就是我的心，就是我心内的佛，不想妨碍，这叫理事无碍。金刚经本来有八句偈子，玄奘法师后来鸠摩罗什简化成四句，请您老开示一下。这一段是这样，反正是一般法界性啊，什么，就是法性是不可知，也不可说这样的。所以不要分这些的，是应该当法界性，因为法性你是不可知的，所以这个我就可以找出来啊，玄奘啊，就是这个叫能断金刚经，
能在银行里头去查案，法律咨询工商，那就全了。他不然就是说，这都是问你说见到医生求我，是因心结大不能见过来，那就好像确定区域断裂了，没有色相，不能阴生，这都没有。那么阳光不是光法界性，但这个法界性你不能认识，那少这四句，这四句来就圆满了。不是断灭，哎，不，你不这个这个法界性，你不可以色见生求，啊，那就到看法界性，可是怎么你没有你看不到的？所以就是说，他这就不出去传了。所以玄奘就是，那很多翻译都有这四句文字稍有出入，意思没有出入啊，所以这个可以放心。只管说，你等会儿四句，有一句无一句，有没有的一句，没有也没有，有有有一句，在这个心头上怎么入？心头上？真火上？真火知道，真火上。中日吃饭。是禅宗的话，为什么叫做一颗米？不是不吃饭，是你没嚼着米，就是这种境界。那专门穿衣没有配着一寸丝，这是吉祥离相，就在这个里头，就在这个物质里头，在这个生活这些相里头。离开这些事，离开这些失望了，所以就是中日众生，中日无度。嗯，我在家里头跟爱人谈话，跟爱人照顾爱人什么的，这个也好像之间呢、啊，这夫妻的情感呢、啊，而实际工作原理，看见玫瑰花，看见牡丹花一样。所以急这个还是离这个，不是只要离，也不是只有急，急这个就钻在里头去了。这就是我的义务，我把家庭搞好，把生活呢维持好，孩子教育好，你就为这个忙，这个没做到，哎呀，我就造业了，这就急了，太急了，急中就离。嗯，因为我都不管，我就这就去了。嗯嗯，这太离了。不甭管吧，在管之中，心不存这些想，不是那种感情啊，不是那种感情啊。那夫妇，他进一步说，就是提升为道侣了，道侣，菩提眷属，修道的伴侣了，就不是那种感情。哎呀，我照顾你啊，身体好啊，都可以，而是希望你成佛呀，你出生死的。有爱人已得了，不是爱人已姑息了。爱人呢，我就是心疼你啊，叫你好一点呐、啊，住一点呐、啊，多有点钱呐、啊。就是爱人已姑息啊，让你多享受一点。你要爱孩子，竟是姑息的话，你把孩子害了。爱人已得，好好教育他，同友也好好的直言忠告。这一句就是我们爱人已得，这就是转换了。感恩 TTS Maker 免费文字转语音网站的无私奉献。感恩东北口音提供者大林，功德无量，有情无情悉皆成佛。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32周年。